懂啦，小知识，大世界。要在航天飞机上做实验，为什么非要到太空去？有这个必要吗？一个略显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持续的微重力环境。微重力即某种意义上的失重，相比于重力环境，失重是一种极端物理条件，极端给人探索未知带来了更多可能。用胡文瑞的话说，极端物理条件必然意味着重大突破。微重力涉及许多物理学重大问题。尽管载人空间站有实验时间长、有人参与等优势，但其残余重力、机械动力和人的活动干扰也可能给实验结果带来影响。事实上，地面也能制造失重。位于北京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的百米微重力实验落塔就是其中一个制造者。遗憾的是，高度百米的落塔只能给科学家提供短短3.5秒的微重力时间。要获得更长的微重力时间，还是要到太空去。